家，晚安。我去拿一下。终于觉得感冒好像好多了啊！虽然我今天就是又差一点把我的肺也咳出来，但是呢，感觉好像好多了。Hello， 雨楠 ，Hello， 吼吼，班表出来了，没错，班表出来了，身体好多了，结果是半个小时，对。对，因为我又忘记充手机，所以我刚刚充了半个小时。啊、哦，糟糕！我已经准备好四五月的行程了。对，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有没有对的。嘟嘟噜嘟嘟嘟嘟嘟，哎，不是这个，是牧师女孩。我的鼻子这边都开始长了，我觉得我要那个来了。看一下，一二三，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子的。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诗雅，有诗雅有班，我有班，我们一直都没有遇到一起耶。哇，四月我跟他完全错开，好想哭哦。不可能，我们四月又整个错开吧？我们只有五月有遇到一起，一二三，四个班遇在一起，啊，好难过哦！我们本来说要住在一起的，结果我们两个完全就是班表错开，100分，只有三天诗雅没有，其他的你都跟他一起，没有，四月都完全没有，五月才有跟他一起、啊。从五月一号开始，对。哒哒哒哒哒，这个月还没来啊，公演都过了。就是公演的那几天有流血，但是医生说那个好像不是，那个好像就是太累，然后就是有一点子宫出血这样。他说 OK， 那个不是那个来，所以我还要再等那个来，对，他假来。他是假来，干嘛点点点？天哪，好紧张哦！我觉得我要开始想一下。等一下，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到底要用什么？就是我想一下。外出中，为什么在外出中？看到下半年班表了，呜呼！下半年班表终于出来喽。对，目前是这样子的哦。对的，对的。希望下半季可以看到大家。我5月4、5号我都买了前一点的位置，我还没对对，好紧张哦！我觉得我五月小爆小爆。对，圈圈在我房间睡觉。对啊，我要想很多，我还要准备生日会的啊！我生日会真的，我想想看，但我那天很白痴。你哪一天很白痴？你是说哪一天？虞书欣认识吗？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晚点就没有，他现在睡得很开心。我的位置全都选了电脑配位，结果我全退了。电脑配位会把你配到哪？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晚安，晚安。手续费加起来700。你很优秀哎、欸，真的很优秀，你真的很优秀哦。火锅好好吃哦，我也好想吃火锅，最近都没有办法去吃火锅。配到两个。
就配到两个心跳区的中间，心跳区的中间好吗？是你要的吗？谢谢阿北的一颗心。为什么你们可以去吃火锅？他为什么现在在跟鞠婧祎 PK 啊？他会很喜欢鞠婧祎耶，可以一次看两边哦。但我真的也好吃呀，我、哦、最近真的也好想去吃火锅。怎么会这么好？左边不好看，看右边。可以。对，我没有火锅，但有药炖排骨。我现在好像也不太能吃药炖排骨，吃药炖排骨可能，对，就一个眼先见六，一个眼先见四，真假的？真假的？真的？等一下，真的假的？等一下哦，啊，吓我一跳！等一下，大家对不起，等我一下，我刚忽然间。吓到我想说我不会工作没去吧，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实习历。吓死我了，哎呀吓死我了，心脏。我在干嘛，怎么会忘记这件事情。最近养病养得太爽了。都忘记看，居居，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心脏都咚咚咚了。等一下，我把这个写进去，不然我真的会吓疯。哦，对对对，吓死我了，吓死我，有，这个有了，这个哦，这个有 ，OK， 有了，做了，做了，这个没做，这个做了，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啊，然后。明天要去看医生。OK。啾啾。咚咚咚咚咚咚。画错 ，OK， 没关系。好险哦！吓死我了。贤贝要跟珍珍联播吗？珍珍要跟我联播吗？球赛除了5月1号都买好票了。OK， 5月1号真的，对，如果大家有放假的话可以来。不过太爽了，对，我不过太爽。哇，你跟果果一起乱掉是怎样？你说他也，你是说他哪个 schedule 也乱掉，还是月月也乱掉？晚安。晚安，推推。五月一号，你不是师姨吗？对，我是师姨。祖祖去那个花博吗？没有，还要我来哦？哎，哦，好、哦，你不要。前辈要先邀请吧。嗯，我怕他在，我怕他在跟他的宝贝们讲话。如果他要跟我联播的话，可以啊。我等他来跟我联播。我等他，好，看一下哦，确定没？我原本打算30号跟1号都来，你30号来干嘛？30号有什么？5月1号有放假，对，5月1号有些人有放，有些人没放，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有放，有的人没有放。对啊，30号是什么？谢谢吉米豆的告白气球。哦，我这边的痘痘真的很严重，怎么办？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贴住它？好呀，我真的要那个来了啦，又要来了啦，烦。但是他不来，我又很烦。好，这样子，这样会不会比较看不到？好像不行耶，太大颗了。这样呢？这样。不行，这样鼻屎。啊，算了，有痘痘就有痘痘。啊，算了，我这个贴鼻头。好，好可爱。可以许愿了，想要吃什么？最近吗？我最近好像都没有班了耶。
你可以让他们许愿，五月一号劳动节，你有痘痘，我也没有嫌弃你的。Thank you, thank you。五月一号劳动节，好像是，我记得三年前就长在那里很久了，别说了，真的别说了。还是五月一号我自己包一个包厢，你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少机会会上包厢，我听说这几次都没有上包厢，所以，见面几率是可能从50%变成1%。Oops, my baby。对的，好了，算了，我决定把它拿掉。我的痘痘。包厢是有球迷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其实，因为其实五月一号我买了票。不要闹了，小朋友。我本来打算4月30号就飞来，不行，不可以，会遇到你有班的时候。啊，可是因为我现在目前没有特别想要吃什么，因为我现在目前属于一个生病的状态，我目前没有特别想要吃什么。对，最近爱奇艺跟腾讯两个 PK 很惨烈，真的假的？我都说了，是呀，有班的我都先买，没关系。那你还是在座位区好了，就是还会有50%的见面机会。但是呢，如果你买了 VIP， 大概就厚厚的禁足令延期了吗？他完全没有在管我禁足令的、啊。他这个叫什么？这是那个未经叫什么？哎、欸，以前叫什么？未经祖不是祖母，未经什么允许就已经擅自做了决定，吃药。对，我现在吃药。味精要少吃，味精哦。好药，好好，真的左耳进右耳出哎，对，他没有在听我说话的，对啊。28号是 HY 先生来，28号开始有点期待，我要来穿什么？我要来穿的很可爱，我要穿很可爱去。好，我决定了，我要穿一个黑色连身裙。哎，怎么听下去好像没有很可爱，但反正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应该是。Oops， 你三月没班的话，对啊，它上面是应该是对吧？我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对啊，我应该是没有了。对啊，我三月没班啊。对啊，我三月没班。是的哟，是的，是的哟哟，是的，是的哟。对的哟，对的哟，对的，对的哟。二月是完全没有我们的，哎，真的耶，二月真的完全没有场。安安，黑松连身裙，黑松连身裙哦，加大红蝴蝶结，魔女宅井边风。二月公演见喽，好哟。刚刚扭蛋扭上瘾，差点出事，但是能跟你玩游戏了。扭蛋扭上瘾，黑色。二月原本只有一场，对，没错，没错。Drama 妈妈 ，Girls in the back，Girls in the back。没把握的事情，我不想下注扭蛋。对，那真的蛮刺激的，心脏要大颗。我来看一下，我应该通通都有写上去了吧？这个有，这个也有。OK， 等一下，我确定一下。我来看一下啊，哒哒哒。哦、我这个忘记了，我怎么记得我二月一号有事，但我真的不太记得。Drama 变成加妈妈妈妈，我有看到，我就不管花了多少，我都有转到你的。希望年终可以拿到，希望年终拿到的时候，五月四号还有位置能选，加油！年终尾牙抽奖，大家都加油，嘿！
丢丢丢丢丢！二月一号是什么事情？二月一号，是什么事情？糟糕了，我糟糕了。好，没事。我有2场尾牙了，怎么那么好？我有一二三四场。我今年没有尾牙，那你3月9号会出现吗？我3月9号为什么会出现？我3月9号应该要出现吗？我3月9号应该要出现在哪里？等一下，3月9号是什么？3月9号是什么？3月9号是什么东西？3月9号我应该出现在哪里？今日的尾牙我忘记出席了啊！还有忘记出席的。谢谢奥比王，谢谢艾萨克。没有，我要哭给你看。所以你有去台积电的那个厂吗？台积电的哪一个厂？哪一个？我不知道台积电什么厂？什么厂？什么什么厂？什么台湾运动文化展？那是什么？很好哎，你该不会就是去参加 ESPA 的那一场吧？真的是太羡慕了，好好看哦，哎呦，怎么那么好看？有人拍的照怎么那么好看？受不了。诗雅跟小应有要去哦，真的哦，是啊，YT 上面有很多影片可以看，真好。我也想要抓妈妈妈，不可能呢！我一打开来第一个就是，妈妈妈妈，Girls in the，哇，大家真的，那我的那个好看吗？我的 McDonald 好看吗？我很喜欢。我的位置在边疆地区，我只能看大荧幕啊。还有看到有人在海景第一排的影片呢。诗雅跟小英要去哪一个啊？你竟然忘记学校今天有尾牙，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哪张不好看？我答案是都好看，居然是麦麦吗？对啊，你们听我放的歌。好听。可爱，好，我应该那天也有看到诗雅的双子妹妹十元那个吗？专门慢慢慢那天吗？好好哦，怎么那么好？所以你的球赛我都来，你会骂我吗？我骂不骂又有什么用呢？反正我说的话你也没有要听啊，没办法呀。我现在想要不要全勤？什么表情？小说收到了吗？对不起，我这个礼拜没有去公司。对，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去公司。下礼拜一我一定会去公司。哦，我想起来，我明天还有什么事儿了？你要去保养车车。OK。啊，我就没有看过有人要我不要来，真奇怪，好抖 S 哦你。
乐天女孩算开场表演哦，我也好想赶紧去拿我的小说，叫粉丝不要来看自己，是不是有一个人太夸张？啊，有没有太夸张？自己说有没有太夸张？啊，我这几天不是在家，不是在家那个嘛，那个叫什么？养病吗？然后这几天养病的过程呢，我就一直在霍格华兹的传承。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在家里好好的玩一下霍格华兹的传承。TP 接下来几个月有上演吗？目前我这边没有，因为盒子里有防震空气包，我怕空气包没气啊。真假的？好好好好好，对不起，我下礼拜一去拿。QQ，谁叫我对你的爱这么夸张？你都没有要听我讲话，所以就算，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啦。你觉得5月要飞2次还是飞3次？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住在台北，开玩笑，请不要。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2次，就是一次球赛，一次生日会。对，我看一下哦，生日会。对啊，我 等一下，5月18号有没有机会是生日会？19号是球赛，我只能说，5月的每个礼拜，你直接住在台北好了。我觉得你直接住在台北，不好说。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每个礼拜五下班就飞。对，不好说啦，不好说。料到都有活动，所以刚好四重刺。四重刺是什么意思？四重刺是什么？慢慢，公演 没关系啊，反正你只要有，还是那个月有特别的。我觉得你只要有人可以帮你签，没有什么问题。就你喊 Mango Number Two 的话不算，前四首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前四首可能我的天，iPhone 自己帮我做了一个圈圈合集，我要哭了哦，我真的要哭了，好可啊！好可爱的小朋友哦！好来，来给大家看，第一次遇见，第一次到家里，再来是睡觉的样子。哦，好可爱，好可爱！要在我身上睡的时候，啊，对，妈妈，好可爱，好可爱哦。像不被 iPhone 到，为什么没有脸？你看那个时候很瘦，它会动，Oh my god，高晨晨，等一下，那是我的腿吗？等一下，好可爱哦，so cute。
I'm so cute. Oh my god, so cute. 我要哭了，怎么那么可爱啊？不可能欸，他连赛事都帮我吓到我了。不可能欸，绿岛也帮我。现在不是，是因为我今天带他去看医生，就是因为他最近就是偶尔会忽然之间，偶尔会你说小宝宝吗？小圈圈的照片吗？哎呦，然后那个谢谢好好的为我支持，然后就今天早上我带他去看医生，因为就是这个礼拜好像有两次吧，他便便有一点点血，然后就有点紧张，就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在检查，反正就是问，就他就问我一些圈圈平常啊，反正大便流血这件事情解决之后呢，他就说不是，好像不是，他就是说可能因为那个，因为我都给他开24小时的暖气，他就说可能太干，然后就说加上他要躺着睡觉就不动，这样，然后就一上厕所用力啊就，哦哦，然后。那个，他就帮圈圈检查的时候，他说他结扎多久了，然后就说半年，我那时候先说5个月，然后我说哦没有半年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半年，他现在胖几公斤了，他怎么有点太快，胖太快，然后我回家，猪妈就说。废话，你每天就叫他吃，除了吃以外就叫他睡觉，就他只不会。今天就特别陪他玩了一下，多玩了一下。他今天也比较有那个兴致玩。我知道你的路灯骑缺货，你知道你的路灯骑缺货了吗？啊，我的路灯骑缺货了吗？真假的？要怎么看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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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师，去商城看。好的，来看一下。哦，我好想买哦！不行，月主停手，不可以再乱买衣服了。就跟你说了，不要乱买哦。哎，好好看哦。哎，这个地毯，我跟你讲，那个地毯，我上次摸，真的超舒服。然后工程师跟 Play Me 联名的那个包，我真的超想买，不行，不能乱买。大家快，应援毛巾是我的照片哦。应援毛巾的第一个是我的照片，耶、yeah, ，好漂亮哦。原子竹99，好开心哦。超不像，对，真的长得不太一样。等一下，我看一下要怎么看。官方商城是吗？应援毛巾有卖，这条我家有3条。嗯，感谢。哎，我真的觉得 Uncle 好可爱哦，怎么可以那么可爱 ？Uncle 真的超可爱。等一下，我看到有一批新的东西即将开卖，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还是透明的？有一条是你拿过的，为什么有一条是我拿过的？为什么有一条是我拿过的？哦，大家好看哦，大家好漂亮哦，怎么可以那么好看？陈思雅，对不起，真的哎，为什么我都卖完了？去佩佩，小优，等一下。他是不是卡 bug 啊？骗人，他一定哦。璇璇的也售完了，好好好好好，那没问题，不是卡 bug。好，那等他上架。
诗雅的也瘦完了，我看一下。哎，诗雅的又可以加咯，诗雅的已经补货咯，可以买咯，赶快去买哦，诗雅的可以买咯，但我的还没补。最后一个路灯其实我买走的，真假的，真假的，你好 lucky 哦，真假的哭，你好幸运哦。即将开卖的是新品，12月30号你活动拿的，12月30我活动干嘛？12月30我有活动吗？12月30。12月30我拿的那一条哦，为什么你会有那一条？没，我家没位置了，对不起诗雅，没关系。12月30果然是失忆了，我操，现在真的大失忆，我现在小脑脑真的是。在炫耀啊，在炫耀啊，在炫耀啊！有人，这么慢慢，我现在脑袋里面都这首歌，怎么办？我要听，我们来转慢慢慢慢，转慢慢慢慢，是的，点点转嘛。哦，我真的觉得他们的 MV 真的是拍得很好，但我现在想要来看跳舞版。对不起大哥，我家属于主主的东西真的很多，没错，你整个人都属于我。不是有吃有保养吃银杏吗？没有啊，没有。我真的最近忽然之间很喜欢 Winter 跟 Kalina 的 CP 耶，你有听感情用事吗？我还没，我还没听感情用事，感动到不行。主厨看兜粉啊，好，昨天工程，昨天特工买票，结果买3场，3场都有猪。哦，我剪1分钟，不然会传不出去。在炫耀啊，加对，不对 ，OK， 怎么了？低头好正哦，又变了。你喜欢的人变来变去，都不像我这么专情。我女同事被 Winter 圈粉哎、欸，因为很喜欢 Winter， 他好可爱哦，而且红发，我发现我真的很爱红发的人，还是我也来染一下红发。比较简单的嘛，哦，真的好喜欢 Winter 跟卡琳娜，你们有看那个吗？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噔噔噔，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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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巴达，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你没有，不是我那个要怎么讲？他们那个叫什么什么游戏？什么星星？那我一定要找到。等一下那个什么抓星星？等一下有什么 Winter 跟那个什么 Winter 跟 Winter 什么抓星星游戏还是什么抓星星啊？还是什么？这个。
你们知道这个游戏吗？什么什么什么 ，to get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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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太会玩。我知道这个，好可爱啊！我直接被圈粉哎、欸，我直接完全被圈粉，直接打圈粉。觉得超可爱的，你没有看过这个吗？你可以不抓星星，可以抓蟑螂，好可爱哦！可爱团要不要玩一下？那我们要玩中文版吗？抓星星，抓星星，抓星星，三个没抓到，没抓到，没抓到啊！抓到了，我先继续吃哦。你好坏哟、哦，哪本假戏？竟然这个时候给我吃冰淇淋。篮球你要等到四月了吗？对，没错，我们四月见哦。二月过年，三月休息，四月就见。刚刚锅吃完，吃甜点。嗯，好好哦，我也好想吃火锅。Hello 宝贝 ，Hello 水锤，五月大月啊，五月紧张，五月加油，二月看公演，三月可能也看公演，四月看球赛，五月住可以住台北，不要好，你也可以住新竹，这是我的行程。有洗头妈祖，这看每这个亮丽的秀发，蓬松感肯定是有洗的、啊，你看我这个头发都已经。不受控制的乱飞了，一定是有洗的。他如果很听话的话，可能就没洗。哎，我在看五月，我朋友要不要一起看篮球？哦、oh, ，really welcome。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图样，我想换点别的图样。我们今天星星好了，这样我的这个看起来就会好像很合理。对不对？好，我相信您。谢谢中岭的金针花，希望三月还有篮球以外的活动。三月有公演，有休眠，找小印的场次可以啊。我把我刚弄的双麒麟放在兜粉，对，你们说开兜粉对不对？我刚刚没开，我一直在看那个哒哒，啊不哒哒那个。好可爱的小朋友们哦，怎么那么可爱啊？哦，对不起，我在想兜粉被我放到哪里去？看一下，我好，Hello Free Plus， 你兜粉没删哦？当然没删啊，当然。哇，29，对不起 ，Again， 看一下，看一下。下半季的日子确定了吗？确定了。真假的啦，没搬的话要退10%手续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三月后就没有禁足令。那请问你一月是？嗯，28号是？嗯。
台湾运动文化展，这是什么？圣衣没有了。Oh my god，这看见冰淇淋好好吃！你们该不会是在我们上次可爱团聚会的那个火锅吧？28号是28号是故封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是故封？说不定1月27号我就来，他就是要去那个啊生日会啊。4月我尽量跟棒球取舍，就去新竹看你。谢谢，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工程师看我们哦。我要去01的生日会，嗯，我也好想去哦。我在干嘛？你那天在干嘛？看一下，毕竟是可你可爱的零一。对啊，我想去。看一下我在干嘛。好像不行，因为28号是顺便嘛。对啊，还说真爱，骗人。宝宝的嘴。太会了，drama 妈妈妈，我一直在 drama 妈妈妈。专一，大专一年级，大专一年级，哎，对不起，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知道我这样可能很笨，但请问大专一年级是，大专一年级是大学一年级吗？还是不是？HoHo 的信用度。信用度降低了，我觉得我会。我觉得如果我没去生日，你觉得我如果我没去生日会，我会不会为了28号特别飞过来？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说不可以。但是你可能不太会听我说的话，是 哦，大专一年级就是大学一年级是吗？高中后一年级，大专一年级哦。他已经买机票，不听话，不听话的人啊！我要来发这个了。新加坡的 dra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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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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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난 시작되는 드라마. 除非你二月公演只有星期五，你只有星期五的话，我就不能来。没有要让你来二月的公演啊，完全没有要。专科有分五专跟二专哦，五专是高，跟高中差不多，对不对？五专接一二三四二季，对吗？那四季是什么？可惜你二二八没有班，变成我去看玫瑰，好吧？我已经准，不准，不准。我就跟你们说，他完全没有在听我说话，唉，我人微言轻啊，唉，没有被放在眼里啦，唉，五专等于高中3年加大学2年，四季是春夏秋冬啊，你们好烦，四季就是高职读完读的，那不是。哦，四季是二专、三专读的，二专、三专读的，诶，好难哦。公演我还不熟悉，能尽量了解，好啊，尽量了解。
시작되는 드라마 드라마 마마마 드라마 마마마 Girls in the Girls 휘 他来发这个何时来你是说 HoHo 何时来还是我那个何时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猜大概20号会来应该是对何时新作品你那个又要来了对啊我要被拿掉的那一组什么是被拿掉的那一组被拿掉那一组是什么意思20号不就是明天吗对啊不过最近这几年玩外拍高中制服都是买了一堆啊，真的假的之前发过一次后来下架的之前发过一次但是后来下架的哦你说其他的是不是不行我现在要宣传这个不行不可以不行对的的对的的啊不行预购商品分享了，你们可以去看。乔治跟庄敬算是外拍经典款台湾私校制服了。我前几天才刚翻到我那个考大学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当初的啊，很多人应该没看过。不行，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没看过，但是。没有了，没有，送光光了，没有了。哇，没，哎，有，看到了。哎，没有，这不是。哇，没有了。我就不讲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我以前是穿庄敬制服的一个东西，一个影片。真的假的？我上次的合照是素颜哦，天哪！谢谢推推的真情告白。工程师发布巧虎联名了啊、哦！想看，一定很可爱，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赶快来看一下，嘟嘟嘟嘟嘟嘟。OK， 工程师的商品，点。巧虎联名，好可爱哟、哦！哎、欸，还有一个新春福袋耶！哦，瑞迪巧虎双面抱枕，妹妹们一定喜哦！巧虎好朋友钥匙圈，好可爱哟、哦！哎、欸，我想问一下大家，讲到这个，因为我最近在帮竹妈买年菜，然后是那种冷冻年菜。我想询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建议的冷冻年菜吗？你要买？没有没有没有，最近在狂买年菜，因为我前一阵子我今天我前上个礼拜订了鼎泰丰的，
但是鼎泰丰的年菜已经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它剩下的不多了，所以我也只订了鸡汤跟猪脚，跟千层糕。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千层糕才去订鼎泰丰的，因为想要吃。饭店的都不错啊，你需要我到你家煮吗？猪脚没有，我家都素的哦。因为我想要买年菜，可是我不知道哪几个，然后他们说就是好像老鞋真的还不错，可是问题是老鞋真也几乎都没了。可是因为我们家不吃佛跳墙，因为竹妈海鲜过敏，所以如果里面有煮海鲜的，竹妈就不能吃，所以我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为什么会找到鼎泰丰的鸡汤，是因为鼎泰丰鸡汤里面没有鲍鱼或者是鱼之类的东西，就是或者是一些什么虾子之类的东西，就是它就是鸡汤，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鸡汤。请弯弯学妹下厨煮，好恐怖啊！全素吗？没有啊，它可以吃肉，但它不能吃海鲜。你不需要买年菜，你只要买起我就。你说那种道家五星级大厨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感觉好像蛮好吃的。Hello Kitty 50周年，现在是可以买吗？没有了，烦呢、欸！你看都没有了，通通都售完，怎么办？然后因为我本来想要买老鞋针的，他们说好像老鞋针就是很有名还是怎样，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他有一个鸡汤，我就觉得感觉好像还不错。它是干贝熬鸡汤，谢谢大家。我家里一把都是自己做的，一般都是自己做的。你可以买碗弯做的牛排，好恐怖哦！可以要求不要海鲜吧？没有，我是要直接买到家里冷冻到到府的那种。怎么办？我不知道该点什么哎。上海小馆吗？好，来看一下上海小馆。上海小馆年菜，可是他是不是要那一天要当天去领？因为我怕我没有时间去领，我要直接冷冻到家的那种，一般要3个月前预订。对呀、啊，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就是我们要自己煮，可是。因为零食可能会跟家人一起吃，然后因为是我们家准备，结果，对，跟我，但是现在不一定，对，可能会跟我表妹他们家一起，对，但应该是我们家准备吧，应该是，不太确定，竹这样分开不合啦，什么是分开不合？可以买个富贵双方，好像也不错。富贵双方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什么饼皮？然后那个，有我有听说那个紫竹有鼠疫巧虎联名帽 T 吗？我还没看到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什么颜色啊？哦、oh, ，大小乔，它是大小乔，它叫大小乔。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跟你讲，我本来是想要买一个叫桂花米糕吗？不是米糕。不是米糕，他在餐厅不叫米糕，他在餐厅叫做松糕，桂花松糕。我本来想要吃桂花松糕，白色的，我可以冷冻到家。你说你吗？你本人吗？你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年菜套组，我的年终会感谢你。你们公司的年菜套组是什么？你买得到吗？你们还有货吗？有吗？有没有？米糕就是油饭，不是，它那个不是，食谱叫做米糕，但是它长这样，但是它不是米，它不是。不是不是，
啊，我要怎么解释3D 油饭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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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桂花米糕长这样，它是甜的，它是甜甜的。哦，看起来好吃哦，豆沙桂花蒸米糕。哦，请搜寻 PXMART 哈。原来是全联吗？有道理，全联是不是直接去全联买，它就有冷冻的？哎，可以耶！好像不错哦。原来是全联嘛，原来全联的英文叫 PX Mart 哦。我们很多套组年菜都是冷冻的。好，我决定这几天去看一下全联的。哎，对耶，我完全忘记年菜可以到全联买这件事情。好，不错，不错。预购是什么？哦，2024预购年菜，它到1月几号？它到2月1号哎！哎呦，哎呦，哎呦！2024年年菜菜单我看到了，分开订不划算哦，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们家竹妈呢，就是绝对不可以有瑕疵，所以她是一个蛮呛的人，我有跟大家讲过吧？就是之前我有特别，就是因为是送礼嘛，送礼给我们像月饼，然后它有分有瑕疵跟没有瑕疵，我就特别说，竹妈那个上面那一层是没有瑕疵的，你比较顺手，你就可以直接拿了吃。下面那一层是有，上面那层是没有瑕疵，下面那层是有瑕疵的。然后呢，他就说好，OK，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哦，我不在家，你自己一定要记得，因为我那时候要。就是出差，是住在外面的那种，所以呢，我就出门了。然后我一回来，我一打开冰箱，它是虾油做的月饼。我一打开冰箱，我就月饼呢？我说月饼呢？你丢掉？然后你需要虾子，好有道理哦。哎，很有道理。然后我妈就说："我吃掉啦，对啊，我吃掉啦，肚子里。"我说："那有虾子的呢？"她说："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所以我就全部都吃掉。"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就脸有点痒痒的，应该还好吧。"结果隔天我妈就送医院，因为她气管塞住，没办法呼吸，脸直接肿起来。然后最主要是我那时候后来下一个礼拜，我刚好跟竹妈去北京哦，还是哪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他对海鲜都过敏，但他好像唯一可以吃的是鳕鱼的样子。对啊，正常应该是两个都不吃吧？他就说哦，他想赶快让就是冰箱清空这样。妈，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人照顾你。你感冒吗？你说我吗？我感冒吗？对，你怎么知道我感冒？亏我还学了剥虾，白学了。鳕 鱼好吃，鱼类应该能吃吧？没有，他只能吃鳕鱼，他其他都不能吃。嗯哼嗯哼，他吃了就送医院喽。哎，这看起来超好吃的狮子头，但狮子头我这次想要买那个。另外一家的，很抱歉，很抱歉，再见了，昨天。你好吗？你好吗？今天，如果他的确比我更体贴，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哎呦，无花果港式煲全鸡汤，感觉好像没有海鲜，感觉就很没有海鲜的感觉。但是已经买鸡了，鸡就先不要。想看一下这个，谢谢。
鲍鱼生，鲍鱼佛跳墙不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啊？小有刺是海鲜吗？对不起，因为我对海鲜也不是很理解。乌参是鸡吗？小有刺是海鲜吗？我找一下哪一个好吃。好，海鲜羹出事。这感觉还不错。甲乙时日栗子烧鸡，哎，可以可以可以，来，截图一下，截图一下栗子烧鸡。哦，这看起来好好吃，胡须章、鲜蒜香肠礼盒，感觉很好吃哎。你有口水，哎呦哎呦哎呦。6星6颗星，主厨桂花蜜汁双方，我决定了，我要去全联买。全联要找我代言吗？代言年菜卡卡的，买腊肠米糕应该就没有虾了。什么是腊肠米糕啊？是要开一桌吗？煮 煮看到吃的东西，眼睛都会雪亮的。对，我眼睛都变叮叮叮叮叮叮。法国饮食权威2024调查，如果年菜买了狮子头，这世界上就会少一组狮子好烦哦。真的很烦呢。那如果我花了699跟那个全联买狮子头的话，我就会少699，然后全联就会多699。哎，这看起来好棒哦！这看起来好好吃哦，腊肠哦，它是油饭上面是腊肠的，对不对？好，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来吧，吃我，哦，我会不会被吃到？腊肠蒸米糕，可是我狮子好可怜哦，蜜汁双方还不错吃，好，我来，到时候看一下有没有蜜汁双方。这个甘蔗肉是什么啊？我懒得切，他有帮我们切好吗？鸭嗓，鸭嗓好吃吗？吼吼，你又不能吃，你把钱包交出来吧。为什么吼吼？哦，乌参那个是鸡，那个小有刺是海鲜吗？这看起来好好吃哦！银耳红枣五福汤圆，Oh my god！这看起来好好吃，Oh my god！哎，这可以耶，我要去买。哦，这看起来好好吃哦！有一个超好吃的甜汤，可是卖完了，哪一个？不会是这个第一名的这个雪莲子四宝甜汤吧？啊，完全卖光光了吗？一点点存货都没有吗？梦想福利社，看一下，圆满礼盒、综合坚果礼盒、鲜柠檬蛋糕啊！我们家都不吃柠檬的食品，就不要哦。哈根达斯迷你杯十入组999，哎，那你比较贵耶。前几天。哎呦，今天有点可爱嘛？真的吗？我应该是坐在你旁边的位置吧？你那个年菜宴有我的位置吗？可能没有哦，sorry。哦，这个好可爱哦，点点心跟超级美港式冻凝猪仔冰，so cute，so cute。看一下有什么礼盒。嗯，哦，酸菜鱼礼盒，哦，这看起来很好吃。这是什么东西？佛跳墙，拜拜。佛跳墙为什么里面一定都要有海鲜呢？好伤心哦。哦，都卡机。哈根找张爱，哦，对耶。可以找张爱耶，好，
不要乱买，不要乱买。哦，还有素的哎，素的是不是就绝对不会有了？蔬食佛跳墙，对不对？好好好，我来把它截图一下，看起来看哪一个好吃。蔬食佛跳墙全素，咦，有芋头哎，竹妈应该很喜欢吃这个，后面也是芋头吗？嗯，这两个是怎么样？差在哪里？哇，还有素食羊肉炉哦，酷哦！谢谢嘎冰，确实，但是素食少一位，真的哦，少什么？可是没有肉哦，有一个五福汤圆甜，哎，不可能！我第一眼看到五福甜汤，等一下，我要哭了。哎、欸，不行！我刚刚第一个就是这个五福汤圆，不行，不可以没有。Oh my god！ 佛跳墙最少要排骨跟鸡汤在里面啊？还是我买银耳跟哦，我自己家里有红枣，还是我买银耳，然后回家自己炖甜汤？银耳红枣甜汤。五福汤圆是什么？就是这个啊，这看起来超好吃的，这看起来超好吃的，怎么越听越饿？大家都饿了吗？大家晚餐吃了吗？看一下面不需要，嗯，哇，有酒哎，看一下。中变海鲜了，等一下，从下面往上看，这个是什么？红烧啊，海鲜跟厨师不行啊，鲍鱼佛跳墙，再见。花菇乌参，这是什么？南排吗？红豆紫米芋头啊，可是真的好像还好。还是这个乌鱼子炒饭，这看起来好吃哦。吃甜点是另外一个味，没错，没错，没错。自己煮了以后用得到，我是可以煮，但是要有时间，因为我那天还要炖那个卤味，对，我怕我来不及。对呀、啊，糟糕了，可是我又怕他们饿。等一下，因为我跟我妈两个人吃很少。但是，哦，那天的主食可以来隔面疙瘩里面加一点什么东西，就可以变佛跳墙了，对不对？我只要买一些东西回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就可以变成佛跳墙了，对不对？佛跳墙的东西有什么？佛跳墙必备的东西，佛跳墙食谱。朋友，你吃甜点那个味好像被你姨丈守住了。对，所以我现在不能吃多，很难过。Oh my god， 完全不行哎！台式佛跳墙好，它这个鲍鱼、海参、鱼皮、香菇可以。鲍鱼、海参、鱼皮就不行了，香菇可以，栗子可以，芋头可以，鸡腿肉可以，排骨可以，猪脚筋也可以，猪脚也可以，鸟蛋也可以，红枣可以，百灵菇可以，干贝可以。哦，干贝不行，干贝怎么可以？干贝不行，干贝不行。好，只有你跟竹马两个人吃嘛？没有，还有我表妹他们家吧？不确定，还不确定。好烦哦，除夕直接叫麦当劳、肯德基解决了啦。我们家比较传统。有规定要吃什么，但是因为我们家不能吃海鲜，所以不会吃鱼，不会吃，但是该吃的要吃，比如说年年高升，缺表妹夫吗？我怕你们跟他们的年龄差距有点大。它的调味是糖、乌醋、酱油、盐、红葱油、五加啤酒、白胡椒粉。
水、蒜末、酱油、五香粉、酱油膏，好，白菜卤是什么？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很耳熟？白菜卤，看一下，白菜卤，我怎么觉得很常看到这道菜？白菜卤是年菜吗？年菜是哎，白菜卤是年菜，感觉可以啊，不用了，因为我要买狮子头了，所以狮子头就不用，就白菜。然后没有，有一些里面有加狮子头。抓慢，好好哦，可以吃这么丰盛年菜，我都快要没饭吃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原子猪，告诉你不要一直坐飞机？有还是没有？白菜卤有虾米哦，那不行，不行，竹妈又要那个了，还要常年菜，常年菜是什么？就是白菜卤，那就是白菜卤狮子头啊。对，我们家都是白菜卤狮子头，白菜卤有注意有加开洋，有无加开洋，加开洋是什么意思？我都只剩飞机餐。Fine，卤肉饭的拜把兄弟，黄色呱呱的干哥是什么？他叫你们坐改坐船啦。我也没有钱买年菜。Uno，你在开玩笑？常年菜是透露年龄了，一种菜，真的假的？真的能坐船吗？我也不知道哎。哦，下次躲货舱，这都堵了啦。就是开洋白菜，开洋白菜是什么？白菜萝卜哦，就是萝卜。Uno 都买高级泡面，看 Uno 这么挑剔吃，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机车的人啊！不要开玩笑，开玩笑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哦，一定不会简简单单的过个年了，那个年菜一定。一定是讲究，讲究再讲究了，不行，白菜卤不行，事实不要拿出来讲。Uno 都扫货进日本，扫货日本进口泡面，他何止日本进口泡面，他零食都只吃日本进口。什么？他连空气都要进口那个日本进口？哦，我忘记了，他的身体本身都几乎在日本了。他一买一箱的啦。我很挑的话，怎么会挑到哦哦？哎，翁同勋，你来咯。嗨嗨，俊生，珍珠翡翠汤就是青菜豆腐汤，要看进谁的口哦，进谁的口？没有年菜的这个概念呢。今年年菜是蟹黄鱼翅、干贝蛋黄米糕。哎，我真的发现米糕几乎都是那个呢。佛跳墙、人参土鸡汤啊，人参土鸡汤也不好买。我跟你讲，我要买没有鲍鱼的鸡汤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我怎么订哦？我那时候怎么找、怎么想要订，通通都是鲍鱼的有货，然后一般的人参鸡汤就都没有了。对啊，超讲究，吃姜母鸭吃到破万呢。谁可以吃姜母鸭吃到破万啊？年菜就是买点好的就行了。那这样说我都不挑我垃圾都吃。你要确定翁翁这周要开吗？翁翁是要开直播了吗？应该是哦。这就是我的家乡习俗。我是好像有规定吃的几个，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家就是过年一定要吃的东西。我想一下哦，我有点忘记了。过年一定要吃的菜，鸡一定要吃，饺子哦，有饺子我已经准备好了，韭菜的在饺子里，
鱼我们不吃，长寿面，好，我到时候来煮个面。哦，蒜一定要吃哦，蒜这个我们家没有，我帮你弄，我买一只鸡过来，备注不要鲍鱼，不要海鲜，最好是，他们都是冷冻的，怎么可能？公演完的姜母鸭，那四只沙公太好吃了，结账12000。Oh my god！姜母鸭还可以加四只螃蟹，真假的？你们真的很夸张哎，吃13000！我家是腌，这怎么念啊？一个竹，一个马，怎么念？不破万怎么可以？幸好你没看懂我那一句，什么意思？炸年糕没有，我们家就是吃蒸的那种年糕。萝卜糕，萝卜糕不一，我们家不一定会吃。鸡舍的猪肚鸡肉汤超好喝的，哎，这感觉很好喝哎，猪肚鸡肉汤，猪肚鸡肉汤，猪脚一定要吃，然后年糕一定要吃，常年菜。哦，真的假的？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常年菜耶，佛跳墙我们家也是一定会吃，可是因为这一次是我准备，然后我实在是很担心我妈会把它吃掉，所以我就决定不准备。火锅，啦，我们去年吃火锅啦，我想说奇怪，我们觉得去年好像没有准备很多东西，但是好像就。哦，要。然后我们家其实之前会准备乌鱼子，但是竹马也不能吃。常年菜每年都会出现呢。红烧蹄膀，对啊，为什么猪脚一定要吃？但是我知道猪脚一定要吃，猪脚一定要吃。然后那个什么，我刚刚脑袋已经想到一个，但是我真的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常年菜就是芥菜，然后哦，那个啦，狮子头我们家一定也会吃。哦，汤圆也一定要吃，然后还有那个一定要吃八宝粥，牛肚，对不起，牛肚还算好吃啦，但就是有点小贵而已。鱼饺子跟为什么要有排骨啊？排骨是什么？是什么？啊，还有那个发糕怎么念？还有什么东西？乌鱼哦，那个是多子多孙哦。那好，那好像可以先不用。鱼丸跟肉丸哦，吃丸子中状元是一个台语哦，难怪要吃狮子头。豆干哦，豆干是做大官哦。哦，法菜是什么东西？年糕就是步步高升，年年高升，这个不知道。菜头贵，好彩头。茄子哦，还要吃茄子哦。韭菜就是长久的意思。还有汤圆，圆圆满，团团圆圆，也不是圆圆满满。法菜等于发财，八宝粥听起来很恐怖。八个宝宝来做粥，不是啦，八宝粥是那个好像什么红豆、什么豆、什么桂圆、什么八个宝。所以年菜点完了吗？没有，我决定要去那个全联来看一下。花桂啊、哦，花桂，花桂，八宝粥是甜点的那种吗？对，这到底怎么念啊？一个竹，一个马，到底怎么念？水饺，常年菜一口吃掉，不能咬断。那我好像知道，哎，那我好像知道，我好像以前那个外公外婆也会有这个要求，红烧蹄膀这个可以。这蹄膀到底为什么要吃啊？水饺一定要吃啦，对，招财进宝。鸡，广州的传统习俗。吃鸡起家哦，鱼年年有余，对，长寿面、年糕、蒜苔哦，虾为什么要吃啊？哦，能够笑哈哈，开开心心。食芹菜，然后是芹哦，猪手哦，蹄哦，我知道了，看一下，
祝发财就手哦，做事情可以顺顺利利，就手发财，任何事都会发财就手。原来如此，烧肉红红火火哦，好兆头。了解，吃鸡是吉利，只知道猪脚面线去晦气啊！猪脚面线去晦气哦，祖祖有吃过十宝粥吗？没有哎，请问有人可以跟我讲那个"竹"这个到底是怎么念吗？啊，赌啊赌哦，它就是赌是不是？哦，腌笃鲜，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猪脚面线可以去晦气？香肠，对啊，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吃香肠，而且要配大蒜，然后乌鱼子配苹果，好好吃哦！啊，我记得，等一下，我记得启阳老师有直播，等一下，他好像有跟莲菜联名，赶快看一下。我那天才在看，启阳老师，看一下你联名的那个，看一下可不可以单独点，看一下。抢购中，看一下，啊，不会吧？他该不会一定要全部都买吧？看一下，他是哦，等一下，他是寿司啊。寿司可能竹妈没有东西可以吃哦，等一下，那不行哎，不可以啦，这个这个不能吃啦，炙烧乌鱼子佐秘品。炙烧黑鳕鱼，哎，鳕鱼可以吃，做鳕鱼干不能。炙烧明，谢谢。来，直接关掉，不用看了。对，竹妈不能吃寿司，哎，都还行。对啊，我带竹妈去吃寿司，她就是吃玉子烧、玉米、猪、牛、鸡、猪，那个秋葵，豚骨拉面。他去吃，你来乱的哦。那你还带他去，你不笑？不会啊，竹妈吃得很开心。对，所以我都带他去吃那个啊，我都带他去吃寿司郎，因为寿司郎还有拉面可以吃。请客要省钱，就带他去吃寿司。不行，竹妈，但其实应该。我不知道怎么讲但竹妈，如果你带她去吃太贵，她会不开心，因为她觉得不好吃。除非你带她去吃的是，就比如说姜母鸭，她也不能吃，因为她不能吃鸭。这样也有啊，真假的？你下次吃寿司带我，我没有敏感。藏寿司也有拉面，真假的？我还没有在藏寿司吃过拉面贵的她都不太能吃。不是因为竹妈也很讨厌吃慢食，我之前有说过，我想带她去吃那个一个慢食的，你们知道吗？我忘记它怎么念了，U 开头的一个铁板烧，贵贵铁板烧，好像一餐2000还是多少钱？是吗？忘记了，那个叫什么？我也忘记了，反正我那时候看到，然后我说要带她去，然后我说她是这样一道一道慢慢上，然后一点一点吃哦。我妈说。我不去了。竹妈吃饭要那种快、很准、好吃，那她才会吃。对，她什么都不能吃。那你有没有遗传到？我不能吃不新鲜的。就是如果它非常非常新鲜，然后它没有很鲜、很鲜，不是很鲜，很。就是很腥的味道的话，我就可以吃。你不能吃太便宜的，保又盈是什么意思？那卤肉饭最快，垃圾食物很符合，但是因为竹麻又要控血糖，所以他也不能吃。对，就他很喜欢吃甜点，
快、很准、好吃，对，所以他都是如果可以买回家，他是最好的。他其实现在也是很懒得出门去吃饭，像他很喜欢吃蚵仔米刷配臭豆腐。然后为什么以前我跟竹马两个人超级喜欢去公馆逛街的原因，就是公馆有三四家是我们去每次一定都要吃的，四五家哦。有一家是一个便当店，大家知道吗？有一个烧腊便当店，在台大对面，旁边的那个对面，光一那一条街，光一那条路。然后那个便当店主嘛超爱哦，但那个便当店真的，那个烧腊真的超好吃。然后吃完以后呢，旁边最喜欢吃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串冰啊，那个怎么办？我的脑子怎么会连这个都记不起来？那个串冰店叫什么？台大串冰吗？还是什么串冰？赞啦，很接地气耶，超好吃的。你今天跟我讲这么多竹马的事情，走讨好月真的没了。那个五福汤圆不没关系啊，我到时候我去看有没有银耳，直接买回家煮。青蛙下蛋，不是青蛙下蛋，台一啊，对啦对啦对啦，台一，对对对，台一串冰，然后跟没有招牌的鱿鱼羹面，你们知道吗？哎，竹马回来了，就是有一个鱿鱼，欢迎回来，有一个什么鱿鱼羹面还是什么羹面之类的，然后我忘记了，反正它其实一家没有扛棒的店，然后它在百老汇电影院旁边，你们知道吗？房间整理干净吗？有，我今天没有弄乱，所以还好。哪里呀、啊？就是那个百老汇电影院，它是什么？百老汇秀台、啊、还是什么？还是微秀？在我房间，公馆的鱿鱼羹面，没错，鱿鱼羹面，对养生很重视嘛，猪妈妈对，哪里？对，没错没错，找时间去吃，我觉得可以。然后还有在那个另外一个秀台叫什么？反正那一条就是那一条街那边有一个。蚵仔面线臭豆腐，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那个巷子走进去的第一家左边那家，我每次都已经去吃那家，那家超好吃。公馆不是要吃挂包嘛？然后还有一个妈妈，我们在公馆有一个巷子里面，然后还有很多那个不是港式小点，它是港式小点、啊、不是上海小点，不是上海小点，就是它很啊外省小点，挂包那一条啊，就是挂包那一条。他那条那家叫什么？我忘记名字了。我也忘记了。对啊，就是挂包那条。挂包在巷口啊。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挂包哎、欸，就是挂包对我来说不是去公馆的首选，抱歉。还有一家珍珠奶茶。你说青蛙下蛋那家、啊？青蛙下蛋那家，我觉得后来味道没有那么好喝，变了。我上次有一次，我记得你帮我买，然后我们在那边排队排久，然后喝完以后觉得这味道怎么长这样？是六六鱿鱼羹吗？花枝羹吗？花枝羹是那个啊。对啊，那个叫什么？后面那个百老汇。滨州对。对，百老汇电影院旁边。出来了，为什么地上有一个红红的东西？那是什么？它的胡萝卜。胡萝卜被它弄破了。破了、啊。地上这个啊，红红这个，门口这里。知道。我可以经过吗？你啊，橡皮筋。可以经过吗？你可以。对啊，可以。君君。橡皮筋玩偶，我刚说我要查什么，我贴给你是这个吗？哦，对，我要查那个鱿鱼羹。
哪一个？我贴给你看一下。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一个鱿鱼羹。电影院在哪？百老汇影城。哪一个啊？百老汇在哪的话，应该是这一条吧。哎，不是这一条，哎，不是这一条，等一下，百老汇，等一下，百老汇在这，应该是这一条没错啊，不是吗？哦，这一条，可以啊，对，这个，第二家。我找一下，应该会有图片，在哪儿啊？他那家还有在营业吧？应该有吧？很久没去吃了。哎，我找不到了，为什么？走过来，难道要再过去一点吗？啊，在这里。找到了，什么鱿鱼羹？在哪？这里，哦，它叫客家鱿鱼羹，在这里，这样子，我看一下 ，OK 啊，客家鱿鱼羹，它不叫里脊，它就叫客家鱿鱼羹。第二个贴的，对，双下巴挤出来了。是，第二个贴的那个，就是第二个贴的那个李记，啊，叫李记哦，正客家，李记正客家，客家鱿鱼羹超级好吃的啦，我爱死了，那家鱿鱼羹真的是我的最爱，啊，很好吃哦，你要干嘛？你干嘛？你确定你可以？我铁板烧还好，它已经不是百老汇了，是秀泰影城，东南亚秀泰影城，它叫百老汇秀泰影城吧？我记得。对啊，百老汇影城，百老汇秀泰还是什么？东南亚秀泰，百老汇秀，对，它叫百老汇秀泰的样子，还是它现在叫东南亚秀泰影城，我也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很久没去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另外那个我说的那个公馆的那个也很好吃的那个，在东南亚秀泰。哦，东南亚秀泰是东南亚秀泰哦，一直聊吃的饿死。东南亚秀泰叫哦，那家店叫公馆面线，它就叫公馆面线。OK， 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它长这样，大家可以截个图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对，这家哦，我一定要在旁边吃它的臭豆腐、大肠面线，然后再一份甜不辣，然后旁边点它一个酸梅汤。或是杨桃汁 ，Oh my god！ 哦，杨桃汁啊，通常是点杨桃汁，酸梅汤偶尔。你下次带我吃，你当导游，然后就被禁这样子。哦，我要让你禁止飞三个月，就带你去吃一顿餐，这样是吗？好像有点划算，这好像不行。你还没吃饭，我吃啦。Hello， 哲伟，饿死了。
臭豆腐真的好吃，那一年吃，那一年可以吃四顿。臭豆腐真的好吃吗？超好吃，那一家真的超好吃。好好，怎么想都赚。这面线好吃吗？我要去鉴定哦。啊，我觉得很好吃啦，我不确定你们好不好，觉得好不好吃，但是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是我从小到大的味道，对，就是我觉得很好吃。我跟你说，微风广场旁边有间面线很好吃，可是我其实吃过蛮多家面线都蛮好吃的。对，对我来说，只要跟你一起吃的话，你吃得了这么多？吃得了啊，之前啦，现在不确定了。如果有回忆加成的话，那就不太一样。对啊，你今天皮肤好好啊，你不要这样子，我哪有，我还有痘痘。有比一中二十一臭豆腐好吃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好吃，我也不知道它算是好吃还是什么。我之前吃一个热茶臭豆腐，有个臭超赞，但忘记叫什么。臭豆腐，臭豆腐其实我也吃过蛮多家好吃的，就是对。我妈在看古装剧，我妈在看《星汉灿烂》。哎哎，好白哦！啊，真的吗？你是每个都吃一口，然后塞给旁边那个吗？没有，我以前可以吃，我以前可以吃完一个甜不辣一份，然后哦，但是我不一定哦，我可能会吃甜不辣一份，然后配一个臭豆腐，然后一杯杨梅汁是什么？杨桃汁。你去微风广场旁边那间，就是复兴南路入口那边那个好吃。你有照片吗？你有定位吗？我想去吃哎。好吃感觉，感觉很好吃。杨梅汁、杨桃汁跟酸梅汤。谢谢勇勇的香槟。工程师，你跟璇璇算是对上二高吗？对啊，我们是那个叫什么地标二人组。没事，你吃臭豆腐，我不会嫌弃你嘴巴臭臭的。吃臭豆腐嘴巴不会臭臭的啊。吃蒜会，吃韭菜也会，杨梅桃园也可以，也可以，也行也行。妈咪公馆，好，我来看一下公馆那一家挂包那一家，那条街在，他那条街是哪一条街啊？我看一下，这一条是大安森林公园，不是。台大在哪？台大的旁边的对面的一条斜的巷子，那一条斜斜的巷子是不是这条？看一下，这家是唯一一家斜斜的巷子，看一下哦。台大去哪喽？哦，台电大楼，台大公馆哦。找一个斜斜的巷子就对了。斜斜的巷子在哪？等一下，是这一条吗？汀州路这一条吗？好像不是，不是这一条。是这一条吗？不是这一条。罗斯福路四段吗？不是。你吃着东西，然后跟他说你有没有吃饭。妈妈是刘记川味牛肉面吗？不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卖牛肉面的，他应该是……啊，我也忘记他叫什么，我只记得他是红红的店门口，对不对？金鸡园吗？妈妈是不是金鸡园？门口有很多小点心啊。对，门口有很多小点心，是这个吗？这个长这样。看不到。看不到，应该是金鸡园吧？我应该没记错。在台大旁边，那就生日会时去吃啊，反正都在附近。对啊，你们可以去吃哎。台电丽镜餐厅，你吃过吗？酸菜白肉锅没有。金鸡园就是没装潢版本的鼎泰丰啊。真假的，真假的，超，我想超好吃，好好吃。
我记得他妈咪旁边那家四神汤，我们是不是也喝过啊？挂包四神汤啊，该不会他就是挂包那家吧？嗯，是吗？怎么觉得这家四神汤好像有点眼熟？应该是吧，应该是，应该没有记错。嗯啊，怎么了，宝贝？那你们公馆有什么推荐好吃的吗？还有什么好吃的、啊？啊，其实说真的，现在其实是不是也很变了很多东西？我记得之前那个新麻辣那边是另外一家火锅店，那家以前那家火锅店叫什么？吃到饱了，然后现在也不是了。三姐妹豆花、墨阳拉面其实还不错，墨阳拉面是不是？你知道我在公馆有储存一家，我刚刚看到，我觉得超好笑的，我一直很想去吃吃看，叫俄罗斯城堡，他们说是俄罗斯餐厅，然后但听说好像它的评价只有4.2算高吗？我也不知道，但他们说好像就是还不错，这样可以去吃吃看，感觉俄罗斯就很想吃吃看不一样的料理。公馆拉面蛮多的，三姐妹豆花，我还没有在公馆吃过豆花哎、欸，我有在公馆吃过那家东西叫什么，就是很便宜的意大利面，那家叫什么？墨阳拉面，墨阳拉面哦，来储存想去的地方，完成。墨阳就在影城门口正对面啊、哦，真假的？哎、欸，真的耶！哦，那我一定要说，那边对面那个，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那个，他对面有一家，哦哦，妈咪，我们的刨冰店没有了，妈妈，我们的那个巨无霸刨冰店变成老王炸烤了。10点多了，不要太兴奋。之前公馆有急降，就是音流分派，差在哪里？其实我看不太出来。我贴了面线给你看了。好，尹家拉面，感觉还不错。山岚是什么？怎么觉得好像有看过？哦，我之前有想去吃哎、欸，那边的店更新率不低哎、欸。好想哭哦！我的刨冰店，妈妈，刨冰店没有了啦！公馆那个刨冰店没有，现在是老王炸烤，好难过哦！还有叉子，好伤心哦！怎么讲？会不会夏天才开？没有，他直接店已经直接都不一样了哎！你看，他直接这样哎，他直接老王炸烤了呢。他直接这样了，他已经不是刨冰店了，冰是分季节，没有台一不知道还在，台一应该还在，我上次好像有经过哦。但是说真的，我不得不说，其实光一也蛮好吃的，虽然竹妈不爱，但是我觉得光一蛮好吃的，就是公馆这家光一，我觉得蛮好吃的。也不错喝。明天要去看上海分队5周年，要收拾行李了。好啊，在后台附近有一间茶餐厅还不错，行运冰室，它的芝多士是会爆的。我知道，之前我好像看哪一个什么 YouTuber 还是什么，好像有介绍，然后我那时候也很想去吃，我好像知道。就是有一个 YouTuber， 然后好像就说什么要介绍，就是在台，粤式餐厅，就是粤式料理店，有没有觉得很好吃？这样有没有很接近港风这样？然后就去吃，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他的西多士就是完全就是家乡味什么的，我忘记是谁啊，是谁出了这个？
粤菜有点贵，我们去吃过两次了。Uno 推的餐厅都很赞。Uno 你是什么星座啊？你靠近我觉得你很香哦，谢谢。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今天头发很香，我要洗头。还有什么东西？而且他们这边咖啡厅是不是很快就会，就是流动率蛮高的？还有什么？这里的成品有绿盖吗？这里还有什么好吃的？我想一下。我在你跟欧欧中间啊，金牛座，难怪。我最相信金牛座的推荐餐厅了，超棒！我还蛮想去吃一次早茶的耶，早茶我也没吃过，7到19之间，中间，你说5月7号到5月19号之间嘛？那我猜一个数字，五月。12是吗？我也是金牛座哎、啊、金牛座真的很棒，而且我还有发现天秤座也蛮厉害的，天秤座也蛮会找好吃餐厅的，像我们家果果就很会，上次找那家意大利面，我到现在还想再去吃第二次，下次找他一起去吃。早茶都是五花八门的小点心，看起来真的，我真的是恭喜你差一点13。5月11，我是狮子座，只会挑性价比餐厅吃，跟我妈一样。我娘也是吃 CP 值高的食物，然后快很准。啊，11，可恶！我刚刚应该往11猜的。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11，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想什么，没关系，我猜另外一个方向。天蝎在也不错啊，天蝎推荐的美食也不错啊。天蝎哦，我天蝎的朋友推荐的餐厅，我遇到的都是天蝎座，他们都是自己做的很好吃，所以他们很少去吃餐厅。我朋友们做的菜，就是天蝎座朋友们做的菜都蛮好吃，就蛮厉害，一把手啊。我都不常出去，我都看网路的，我只乱买不推荐。可以，或是往百货公司跑。你把小慧放哪？小慧推荐的餐厅，我没有听过他推荐餐厅，哎，真的。狮子座，我个人属于去找自己吃习惯的，去当地都很固定，没关系。竹妈也是，竹妈就是哦，这好吃，好，这个那个我们家楼下那时候八方云集刚开，然后呢，他就说，好，我们吃八方云集当晚餐，然后那一年都吃八方云集当晚餐，一整年哦，完全没有变哦。但我只是不吃香菜、芹菜，我都吃，但是如果做的难吃的我就不吃。好滋味不是，好滋味是什么？我其实公演不是主要的，看完公演聚餐才重要。真的，以后这些东西都会给欧欧吃。八方决绝去台南都固定吃那几家，真假的？去桃园也吃固定几家。必胜客跟达美乐喜欢哪一个？跟家人吃会吃必胜客，但跟朋友吃会吃达美乐。三创的好滋味越南，真假的？对耶，对不起，我忘记了。那小慧好像蛮厉害的吼，我今天下午才吃八方云集，你不要说，我现在闻到那个锅贴的味道我都还想吐。我找牛肉汤或炒饭啊，牛肉汤一定要吃，去台南一定要吃牛肉汤。好，聚餐可以加很多外地的聚，跟外地玩聚畅聊自己的推，真的吼，我也很喜欢去找好吃的餐厅跟大家聚会。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啊？
还有我最近还很想去一家，然后我一直都约不到，叫 Uncle K， 你们知道吗？一个韩国料理。哦，好想去吃哎、欸，超想去吃的。达美乐必吃薄皮的，那对不起，达美乐薄皮输了，我比较喜欢吃 Rock 的薄皮。金饼吃过吗？没有，我公演结束都找 Uno 聚餐，我觉得 Uno 可以 ，Uno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今天两个小时是因为有吃的吗？对，泰国菜、悦来河粉，泰国菜我也很爱吃哦。泰式真的很好吃，我真的很爱吃泰式哎。可是我叫不出泰式餐厅的名字，就是我可能吃过一次，我就不会再去吃这家了。这样，我目前没有吃过，就是我会不断一而再、再而三回去的泰式餐厅。祖祖是金牛座，我是处女座，跟你很聊得来。对啊，我们都是土象星座。黄焖鸡米饭吗？没有哎、欸，我有点想吃那个。妈咪，丐帮的那个鸡叫什么鸡啊？叫花鸡。叫花鸡，我一直很想吃吃看叫花鸡。大型哦。有大型我会回购会有对不起大型会红景越南料理捷运之山站，我不知道我属于什么星座，我知道你最好是哎、欸、对啊，后我什么星座了？巨蟹座啦，对巨蟹座。叫花鸡开始许愿了，荷叶鸡可以哦，叫花鸡就是荷叶鸡是不是？现在的叫花鸡都不叫花，都太现代，就是有点像土窑鸡了啊。我被说狮子座很花心，狮子座很花心吗？我也不知道哎、欸。以前经常有骑三轮车背着没驴的大伯叫卖叫花鸡的、欸，真假的？我以前只有看过山东馒头，但我没有看过叫花鸡是背着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星座，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星座是不是？90哦，90台币一只，太便宜了吧？喜欢很多，但爱只有一个，可以。狮子座最专情了。哎 ，Rock 这个时候跑出来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人家说我是最怪的星座，那应该就是摩羯座咯。水瓶座、哦、那水瓶座也是蛮怪的啦。洋葱牛肉河粉不错。大兴我觉得哦，但是因为我不吃辣，所以我不知道它辣的怎么样，但它不辣的产品都很好吃。噗，笑死，我一直打错，对不起，对我不知道我什么星座。以前是三轮车会有土窑鸡、蒜头鸡、沿街叫卖，其实蛮好吃的啊。真假的，好想吃哦。荷叶鸡焖在泥土里面烤90分钟就叫叫花鸡，所以我很想吃啊。浣熊来了，小浣熊，对不起，我很怪。摩羯吗？之前是叫花鸡传说发源地常熟吃的，花了差不多650块。等等，你怎么会猜到是水瓶？因为我点进去你的主页，然后我就看到你是水瓶。黄蓉就是叫。就是做叫花鸡才吸引到洪七公的哦，真的很喜欢哦，我真的，你知道我最近就是又在重新看知否、哦、知否里面的那个真的好吃哦，我最近忽然间害我很想吃雪媚娘。但是你吃酸辣粉不是吗？就是就是打完疫苗以后我就不吃辣了，所以我最近也很少吃韩式，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吃。你刚说很怪的星座水瓶吗？浣熊在哪里？浣熊刚刚在狮子座的时候短暂的就是跳出来了一下，然后又不见了。螺蛳粉啊，对，螺蛳粉好吃的真的蛮好吃的。上次晨晨上次带我去西门吃的那家螺蛳粉超好吃的。一品小宝贝，你也来跟我聊吃的吗？啊，又一个金牛宝宝，这个肯定也是一个爱吃的。没有，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晨晨带我去吃的那家螺蛳粉超好吃的，完全就是不是晚香啊，就是我忘记在哪里，西门的某一个地方，西门嘛应该是，然后不会很臭，就是没有到很臭，就是还可以。然后我就说，哎，为什么它没有很臭的味道？这样，看来可以聊到跨人。玫瑰就是水瓶啦，对，怪星座。黄一品吃晚餐没？黄一品，他为什么是黄一品？一品晚安。我曾经想连夜坐车低速火车去柳州吃，吃完回家吃什么？叫花鸡吗？我今天晚餐才吃螺蛳粉。哦，我也好想吃螺蛳粉。我家附近有一间也超爆好吃。你可以讲，但我比较喜欢吃酸辣粉。我也是啊，但是我跟你讲，没有，我跟你讲，螺蛳粉，你下次有机会，我跟晨晨跟你一起去吃，顺便介绍晨晨给你认识。你认识晨晨吗？你有遇到晨晨吗？实习生进来的时候，一期生还在吗？有一片的地方就有 rock 的出现。螺蛳粉的话一定是柳州啊，螺蛳粉是不是牛肉螺蛳粉？我比较喜欢吃猪肠冬粉。冬粉哦，冬粉有什么好吃的吗？冬粉我觉得加在红烧狮子头里面超好吃的，不是红烧啦，就是白菜狮子头很好吃。对，有遇到过吧？他应该在忙未来啊。在啊，人家毕业的时候四期在哦，在。那好，我们下次有机会约你跟晨晨一起去吃螺蛳粉。在未来少林，未来少林是我在讲说，未来少林那边幽灵。OK， 好的，所以应该没有遇到啊，是我不在，烦欸。前辈来看公园那一次，哦，对，晨晨有探班过一次。祖祖蛮会吃的耶，我其实还蛮喜欢吃的，一品应该也是吧。未来烧饼，不是，吃螺蛳粉不揪，超好吃的耶。黄一品很会吃，他为什么是黄一品？为什么不是袁一品？为什么是黄一品？袁一品，你为什么姓黄？你是池鱼里的大鱼，你好，吃饱，真的是爱惨。等一下我们到底怎么从年菜聊到螺蛳粉的？为什么要挂你的姓？他姓黄名一品，因为他要姓袁啊，因为你们在这里的人都姓袁，好好笑，又来一副就姓黄的样子。这你们真的是又要欺负后辈了？没有啊。我都姓翁了，对不对？他姓袁又没差，对不对？袁一平，好，又可以冠夫姓了。螺蛳粉真的蛮有魅力的，但是我也有吃过，就是蛮臭的螺蛳粉，就是我觉得有点不行。他的脸就说我姓黄，他明明就姓袁。职业霸凌不是职场霸凌，职场霸凌啊，不是职业霸凌。宝贝怪又开始了，一平宝贝，姓袁不错啊。对啊，我是翁欸，我是翁子竹宝贝。我们有的成员是柳州人，曾经握手会给我发一包螺蛳粉，欸，感觉好像很棒欸。啊，可是我自己在家做螺蛳粉，我自己差点被自己臭死。我想说，什么臭袜子的味道？翁子竹、袁同勋，真的很撑哦，合起来就是黄袁一品。为什么不是袁黄一品？你有被光速踢？袁黄一品是什么？很圆的圆子竹吗？不是，很圆的圆圈圈。我在家都是冬粉加海菜包，我在家都是牛骨汤配冬粉，或是菜汤配冬粉，蛮好吃的。全圆竹场，对，全圆竹场，竹你好好笑，我哪里好笑？抱歉，是我说的翁子竹，老板，月老板，不要闹，月老板。老板，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两个都这样，是说我还是说他？在家吃螺蛳粉，圈圈会跑走吗？那个时候圈圈还没有来家里，但我在猜他应该会。但他闻到那个叫什么，长得很像凤梨的那个菠萝蜜，不是菠萝蜜，不是菠萝蜜啊！大家
脆脆的，还是升格的时候吗？不是升格的时候啦，是分组的时候，不是榴莲，跟榴莲哦，菠萝蜜，哦，就是菠萝蜜吗？哦，就是叫菠萝蜜吗？哦，菠萝蜜，我那时候吃菠萝蜜的时候，圈圈狂爬图，你都把翁子竹做成周边了，谁在闹？哎、欸，那是我们两个一起的耶。菠萝蜜多心经吗？菠萝蜜，为什么觉得我好像有看过？他一定一位，什么东西一定一位？翁源一品，一品还跑出去哦，你还跑出去浪哦，哇，这么花心，你看过代表你很老，我哪很老？怎么会有大便有点臭？拉粑粑的味道。哇哇哇！大话西游，好像有看过。菠萝蜜，手机在荡哦。对了，你是不是素颜？是我今天素颜。圈圈一定以为你吃大便。对，换电脑看，他来解任务的，恭喜你，加油！这段时期会很辛苦，解任务吧，加油！花心主厨哪有资格讲一品？哎、欸，我离开会讲一声呢、欸。我去出去浪会讲一声，说、欸、我要去谁那了。燕赤霞的一招波爷菠萝蜜，哦，他叫波爷菠萝蜜吗？菠萝蜜吧。谢谢叉子的请我喝奶茶。袁一品，再叫他黄一品揍你哦。他是袁一品，应该是肚子饿。可是没电脑很长没讲哦，可是很长没电，可是没电很长没讲，我在讲什么？可是没电很长没讲。波爷真波爷啊，可以耶，这是我的招式，波爷真波爷，揍我啊！黄一平很长喝酒精止渴。袁一品，人家说过他想姓袁了吗？我不管，他进来我直播间要叫袁，他要叫袁一品。他出去怎么浪我不管，他现在要叫袁一品。哇，电脑可以解任务吗？我也不知道哎、欸。薄荷珍珠椰果奶，我好像最常喝的还是黑糖炒黑糖鲜奶，或是炒黑糖鲜奶茶。电脑可以解的哦，袁一品。今天是不是比较卡？真假的？我现在很卡吗？我现在只喝蜜雪冰城，蜜雪冰城甜蜜蜜，哒哒哒哒哒哒哒，蜜雪冰城甜蜜蜜。看到了，炒果子条哦，好吃！我上次吃哪一家？好好吃哦，果子条。炒黑糖珍珠鲜奶吧，炒黑糖珍珠鲜奶。我刚说什么？分享任务就不知道，可能比较麻烦。只是电脑没有罐头鱼可以按，就不能留言。他已经留超过了啦。蜜雪冰城的柠檬水才18块，跟可乐一个价。OK， 好的，我现在手机现在剩下5%电，我要跟大家说晚安喽。祝大家有一个没一品，要不要顺便开？我觉得可以耶，突然的没电。变开，我觉得可以耶，突然的没电。好的，来咯，我现在剩下5%电。来第十名钟莹，第九名阿贝，第八名推推，第七名博成，第六名嘎逼，第五名吼吼，为什么卡痰，吼吼，第四名欧比娃，第三名宝贝宝贝蛋，第二名吉米粥米米宝贝蛋，第一名永永永宝贝蛋，谢谢宝贝们。好的，手机剩下5%，在这里跟大家祝福，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的一年2024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财源滚滚，爱大家，啾咪。好的，先到这了。为什么我的卡了？我抽到红包了32，谢谢钟颖的红包。刚那个第一包是钟颖的还是厚厚的？到
歉，道歉，道歉，道什么歉？我要道什么歉？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What happened？直播辛苦啦，大家辛苦啦，龙年行大运。为什么我的卡了？哎，红包，谢谢红包，不客气，原一品。龙年行大运，晚安晚安，大家晚安，爱你们哦，啾啾。一品用电脑竟然抢得到吗？他好强哦，他真的好强。好，我要关掉了，大家晚安，拜拜。我手机剩下3%了，3%了，大家晚安，晚安，拜拜 ，Love you guys， 拜，啾啾，啥要来？